什么？哎，你那个发小南向吧，他考怎么样啊？南向我啊，据说他才考了510多分，就这成绩还想进咱们二班呀？也不知道谁给他的胆子，就是痴心妄想。哎，我给的。你敢不敢打赌？他肯定抄你。也不看看你们七班什么学习氛围，跟锅烂粥似的。就算他再努力，那也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啊？你说呀、啊，怎么不可能啊？李萧然，你干嘛呀？我们班同学虽然学习成绩差，但个个努力，还要脸。你看看你，考了个倒数第一，还有脸说出来？李萧然，王凤没有否定南向晚的努力。他只不过觉得你们七班的氛围……陈诗月，我们七班怎么招你了吗？叔叔之前还说怕你性子高冷，在学校交不到朋友。在我看来，没什么问题嘛，很有素质，真棒。行了，雷萧然，